好，前面讲完脊椎动物的鳃这样的呼吸构造、呼吸器官，我们再来讲脊椎动物的另外一个呼吸构造，就是肺，在胚胎发育时期，皮膜往内凹陷形成的一个大的表面积。好，那先看两色类开始，两色类不是完全靠肺呼吸的，肺的演化是蛮后期才出现的。两色类呢，主要靠的是皮肤跟肺。为什么除了肺之外还要皮肤啊？因为青蛙的肺只有两叶，而且没有肺泡，表面积很小。它的肺的表面积还没有它皮肤的表面积大，所以以青蛙来讲，皮肤才是主要的气体交换的器官。所以青蛙的呼吸构造是皮肤加肺，皮肤还写前面呢，因为它比较重要。因此，它的肺循环不叫肺循环，我们之前讲两生类的那个循环系统叫做肺皮循环，另外一个就是体循环。肺皮循环相当于我们的肺循环，只是它的呼吸表面呼吸构造。不是只有肺，还包含皮肤，所以叫肺皮循环。好，青蛙是没有肺泡的哦。可是我们在解剖青蛙的时候，你们看青蛙的肺，你会隐约看到上面有一圈一圈的格状构造。有人就说：“哇，青蛙有肺泡，我看到了。”跟大家讲，不可能，肺泡非常的小，用光学显微镜都看不清楚。你用肉眼怎么可能说看到了？肉眼可见的构造都不可能是肺泡，肺泡非常的小啊。好啦，所以这个青蛙是没有肺泡的，所以就要靠皮肤来辅助。好，那它的呼吸方式叫正压呼吸。什么叫正压呼吸呢？为什么空气可以流入它的肺，让肺撑大？因为它的嘴巴把空气硬吞进来。所以你看青蛙在鸣叫或呼吸的时候，它的嘴巴下面的那个皮囊会收缩的，把空气挤到它的肺里面，用正的压力把空气挤到肺，让肺撑大。这样的呼吸模式叫正压呼吸。给你一个正压，把空气挤到肺。因为相对于两生类，我们人类，就是从爬虫啊、鸟类跟哺乳类，我们是负压呼吸的，胸腔变大形成负压，让空气被吸到肺，所以肺是因为负压而撑大而造成空气流动的。好啦，这是在讲的那个空气流动是给你正压，还是体积变大形成负压造成空气流动，所以分为正压跟负压。青蛙很辛苦，它呼吸是用吞空气的方式。把空气从口腔吞到肺里面，所以效率很不好。好，那用肺交换气体的物质的生物有什么呢？两生类的肺泡有，不是两生类的肺有，可是它肺泡还没演化出来。再来就是爬虫类、鸟类跟哺乳类，这是我们脊椎动物的几个重要的类型。所以就鱼完全靠鳃，两生类呢，小时候用鳃，长大用肺。爬虫、鸟类、哺乳类一辈子都用肺呼吸。啊，所以这是肺的部分。好，爬虫类开始有肺泡哦，这个跟大家补充一下。因为有人说什么时候开始有演化出肺泡，爬虫类才开始有，但这一点哦，我这边打个问号。我们的教科书教材、坊间参考书都是说爬虫类开始有肺泡，但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。那我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跟大家补充哦。其实肺泡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，那我以后再跟大家讲啊。然后在演化过程还有一个有趣的点，你们看过青蛙就知道，青蛙的脖子非常的短。跟他讲，对，他几乎没有脖子。可是你看蛇啊、蜥蜴啊、乌龟啊，它的脖子可以延长。脖子延长的象征就是喉部跟你的肺之间拉长，所以出现了很长的气管，还有支气管。这是演化上的趋势。人类有个很长的脖子，我们有气管、支气管。你去看青蛙，几乎快没有气管了，因为很短、很短、很短。好啦，那鸟类比较特别，鸟类的肺跟我们的肺泡肺不同。我们哺乳类，我们是靠肺泡形成肺，所以叫肺泡肺。鸟类没有肺泡，它是用很多很细的管子，叫做气管，来形成它的肺，所以它的肺叫肺泡肺，由气管所构成的。好，这个肺呢叫做侧支气管，是它的专有名词。它就是由侧支气管这样的微小气管去构成它的肺，所以才称之为肺泡肺。也就是说，肺泡肺并不是最先进的，最先进的是气管肺。这个我们之后再讲呼吸气体交换时会提到。人类的肺是肺泡肺效率不高哦，鸟类的气管肺效率非常的高，因为鸟类的代谢率比我们哺乳类高。你去摸鸟的身体，鸟类体温至少40度体跳，人类37算是低的，因为他们要飞行要很高的代谢率，所以他们体温高、代谢率高，需要够多的氧气供应，所以他们的气体交换效率会很好，所以他们的气管肺很厉害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些照片哦。这是青蛙的脖子，几乎看不到，下面就是肺，这两个是肺，所以脖子好短，所以它几乎都没有看到什么气管哈。好，这个哇，有人说，你看到这是它的肺啊，被我吹大了，这一颗一颗的颗粒不就肺泡吗？不是，
那只是一些结缔组织形成的支持构造。青蛙的肺是没有肺泡的，而且你肉眼看得到，绝对不会是肺泡，肺泡非常的小，要用电子显微镜才看得到。好啦，那这是鸟类的肺。鸟类的气管下来之后呢，会进到后面的气囊，再经过它的那个气管肺，这叫前气囊。所以鸟类有前气囊跟后气囊。这样的设计有什么好处？鸟类在呼吸的时候，空气是流入气囊，气囊流入肺，肺流入到前气囊，再离开。这是个单向道，发现吗？我画一下，空气流到后面，再往前流到前面，再流出去。所以对于肺来讲，空气永远都是往前流。空气是单向只能往前流，有什么好处呢？空气流动不会停，一直流过肺。你像我们的肺泡肺，你的肺泡小小的，空气被挤出去，好，肺泡撑大，空气挤出来，挤下来，肺又缩小了，又被挤出去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来了。当你在压缩你的胸腔的时候，空气流出去的瞬间，你的肺泡空气量很少，这时候空气只能出不能进，这时候空气只能进不能出。肺泡肺的坏处就在于你的空气的气道一次只能单向，进的时候不能出，出的时候不能进。可是你看鸟类的肺永远在往前流，不会停。所以以我们肺泡肺来讲的时候，你在呼气的时候，气体交换效率会变差，因为没有空气了。但鸟类的肺泡，鸟类的气管肺随时都是气体交换的高峰，没有低潮，所以它永远气体交换都比我们好。肺泡肺有这个问题的，因为我们就同单一开口，就进的时候不能出，出的时候不能进，他们就是多个开口，有不同的管道流向，可以维持肺永远单向向前流动，不会停。好，这是示意图。空气先到了后面的气囊，再到你的这个气管肺，再流到前气囊，再由气囊流出去。所以它的气管这里虽然是双向的，但是它的气管肺永远是单向不停的流动，效率就高很多了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很难得遇到的照片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。我现在框起来荧光黄的是真正的肺，鸟类真正的肺。那这怎么做呢？这是把一只鸟灌入了塑胶，液态塑胶。灌好之后呢，隔一阵子再放肥的药剂，让塑胶硬化，所以从气管进来，这就是气道。好，那旁边这些黑黑是什么鬼啊？好多哦，全是气囊。鸟类全身布满了气囊，囊这样写对吗？这是简体字啊，繁体字这么写，正体字。好，所以气囊，你看它的面，它的体积比肺大很多。好，所以有后气囊、前气囊，所以这个肺就可以单向的不断的流动。好，那后面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侧支气管。它的表面非常的复杂，看到没有？因为它有很大的表面积，让微血管在上面走，甚至这是气管，空气可以流过去，对吧？旁边的微血管呢，是绕着上去的，增加表面积往上走。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？我绕的是往上，空气往下，微血管绕的往上，逆流交换，不是只有单向逆流交换，它是绕的上去，所以表面积又大，接触表面积大，方向又颠倒，就是逆流交换的极致啊。空气单向流动不停，血液流单向流动不停，还是螺旋上去。所以目前鸟类的肺是目前已知气体交换效率最高的肺，超厉害的。它的心脏二心房二心室也是目前已知最高效的心脏。鸟类就是演化到现在，心肺都是最高级的，代谢率就可以很高哦。所以冬天快到了，大家会觉得冷，你可以抱一只鸡，很快就热起来了。如果还不够热，就煮麻油鸡，吃了麻油鸡你会热，好吧？但鸡只能杀一次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各种不同的呼吸构造讲到这里，我们来做一下简单的统整咯。很多生物是靠体表广大的表面肌皮膜组织来做气体的交换，就是单细胞生物啊、原生动物、扁形动物、环节动物、节肢动物靠体表，它的体表必须要潮湿，它可能在水里面，或者是体表是潮湿的，像青蛙一样。讲到青蛙哦，我们一直把青蛙当两生类的代表，但是你们看过蟾蜍吗？蟾蜍的皮肤是干的，所以它的皮肤交换气体效率又不好了，要靠肺。所以光是两生类的青蛙，不同的物种，它们的那个气体交换的性质就不太一样。哦，那个它皮肤如果是干燥，气体交换就会变差，因为没办法溶于水，薄膜也不够薄，所以那个蟾蜍类的皮肤反而变得没有效率，是要靠它的肺。好，那昆虫通过气管系统，好，全身都有，包含昆虫、蜘蛛、陆生的节肢动物、蜈蚣啊、马鹿啊，这些都是的。
好，鳃呢很多是水中生物，但是有少数例外，就是它的皮表向外凸出来的，凸出体表面。有些鳃有很多丰富的微血管网啊，当做气体交换的部分。后面这些都是例子，我这边有个打错字，有看到吗？龙源的龙，是日嘞，不是那个了龙源哦。好，那肺就是体表有内凹陷，然后它的薄膜就是肺泡有丰富的微血管或是这个气管肺，好，包含两生类的成体肺啊，爬虫、鸟类、哺乳类都有，主要在陆地生活。好，以上我们就把各种动物的气体交换的呼吸器官，很简单的就很快的比较到这边喽。